表决结果，出席101人，赞成57人，反对40人，弃权4人，赞成者多数，民进党党团照案通过。报告院会，刚才因为通过民进党党团报告事项之总数一致，因此报告事项其他党团之提议就不再处理。本次会议议事进程报告事项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，继续处理讨论事项部分。我们依下列顺序处理：一、民进党党团；二、时代力量党团的提议。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讨论事项提议提案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。请问各位，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有没有异议？有异议。好，有异议，进行表决。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进行表决，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